海旗下妇联网在脸书 po 文大放送，苹果商品七折起，限量500台回馈股东，周四早上10点开抢，84万股民都疯了。活动网页从前一天深夜就塞爆，连不进去，股东气炸了。有人质疑网站根本进不去，竟然公布 iPhone 8已经卖完，妇联网主管应该下台负责。我们在这里，没有任何的理由，在这里给大家说一声。非常的抱歉，为了平息股东的怒火，妇联网10点公告加码折扣商品，网站还是连不上去。小股东在粉丝团开骂，连不上去就说卖完，是卖给鬼你？既然要补偿，每个股东限量一支就好了，这样抢只会让人更失望。放500支出来抢购，还搞流量管控，以后不要再做活动，对郭董真的很失望。